欢迎欣赏妮可爸爸说故事。又是大寿，生日快乐！小叔生日快乐后，心想事成。哎，小弟，你祝你生日快乐，小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平安喜乐，一切顺心。阿东先生 ，Happy Birthday！ 祝你早日报春。家人付出，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，我们要祝福你生日快乐。好，那嗨，叔叔。哎呀，从小到大，很不好意思，都让你很辈分虽然比我大，但是你只大我两岁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是我能玩玩具，你都只能看不能玩。不过我相信，常听的一句话就是。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叔叔，你真的是人上人，你是我最崇拜的人。谢谢叔叔，祝你叔叔生日快乐，万寿无疆。叔叔你一直很好，继续保持。祝叔公60岁生日快乐，然后希望以后也能一直身体健康。亲爱的爸爸，恭喜你60大寿喽！我们的小孩也这么大只喽！祝你生日快乐。下一位，爸爸生日快乐，祝你每天开心。生日快乐，下一位。好，这个不行，我还是要讲一个小故事，因为我怕到时候当天就忘记了。就是呢，因为我们要办这个庆生派对，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在筹备了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影片，尤其是从6月就开始在录了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小孩，我们大家没有人跟你约吃饭。你前几天在车上还跟我说，奶奶约我吃饭，我以为你是要约我一起，结果你就说下一句啊，你们什么时候要约我吃饭？你都没有听到消息，你很难过。好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偷偷帮你准备这个庆生派对。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亲爱的，身体健康，祝阿叔哥生日快乐，祝你好，钟大哥永远健康有钱。